零一做人要有诚信，再穷不要见千万小失，再难不要说话不算数，堂堂正正做人，明明白白做事，永远不要丢掉别人对你的信任，因为别人信任你是你在别人心目中存在的价值。一穷二白咋不怕，怕在不讲信用，山穷水尽咋不怕，怕在不敢承担，只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，什么都会有，一切可以从头再来。零二做人要懂感恩，穷时借钱给你的人，难时背后挺你的人，苦时同舟共济的人，病时端茶倒水的人，你什么都不是时，真心真意喜欢你的人，你什么都不懂时，全心全意指点你的人，帮过你的人，一辈子都要铭记于心，暖过你的人，一辈子都要珍惜于心。零三做人要有人格底线，可以忍受贫穷，但不能背叛人格，可以发表意见，但不能拨弄是非，可以不输感谢，但不能不懂感恩。人傻不是坏事，不虚就行，人精不是问题，不坏就行，心直口快不是毛病，不背后整事就行，善于利用人没问题，别羡慕傻驴就行，别人怎么看你无所谓，自己问心无愧就行。零四做人别拿自己的尺寸度人，拿自己的心尺去度量别人，人人都不够尺寸，拿自己的心诚去称量别人，人人都不够分量，拿自己的心态去衡量别人，人人都不顺其眼，拿自己的心眼去要求别人，人人都不合时宜，拿自己的心胸去容纳别人，人人都有过失，度人如度己，度己也是度人，看不开就背着，放不下就记着，舍不得就留着，光说了别人对错，原来自己也不完美，知道别人长短，原来自己也有缺陷，净看别人是非，原来自己也不是圣人。零五做人人品是最硬的底牌，你亮出真心给人看，必有朋友共患难，你拿出虚假在人前，必有陌路在后面。善良不是傻，而是美德，忍让不是笨，而是度量，请珍惜身边为你装傻对你包容的人，千万别辜负一颗真诚的心，更不要伤害所有善良的人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